妈，哎，我好了，躺好了，好看，好看，少女吗？少女，少女，青春活力。哎呦，你婆婆好会聊天啊！常看到我就穿这个短裤。那她也不会说什么的，她现在不也那个吗？孕妇没事是吧？好向着你啊！我也觉得。对，她每次我俩闹矛盾会向着我。我觉得你跟你婆婆相处得很自然呢。我也觉得，就是不是原来就一直住在一起啊？还是就是我怀孕以来她来照顾。哦，那你们相处得好好。我也觉得。对啊，都没有婆媳的那种尴尬，感觉像闺蜜一样，还会问婆婆说我穿哪个好看。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矛盾，但是不是为了小矛盾很正常，因为跟自己妈还矛盾，对 对, 对, 对，是的，是的，自己妈妈还说呢。就是我就觉得那种状态，因为我从来不会问我婆婆说我穿这个好不好看啊，这种也不会，对吧？就很像闺蜜才会这样的。